全剪了啊，牛逼，好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恩妈安达。这两天呢，北京的疫情控制非常的不错，然后前天和昨天吧都没有新增病例，真的是中国棒棒的。我今天跟几个哥们儿，然后还有之前的同事，啊，我们一起找一家这个吃北京炙子烤肉的这个店，来聚会。但是我下了出租车以后，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店在哪儿，我先找找啊。我查了一下，好像是在这个先王府的南边的胡同里。哦，还真是哎，这有一个小牌子，写的刘记炙子烤肉。这他妈谁找的地儿？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偶遇偶遇偶遇，那是这里边吗？刘记炙子烤肉，从这小胡同里进去。这块可真不好找啊！老店，是一个老店，好像是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我还要跟你重启那个部分，那我还去干嘛呀？我给你找了。没有空，我说的，你去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可是咋没来的？我说你看，让我们坐一块儿。两个炙子，人多哈、啊。龙蛇点了吗？点了，知道你那什么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这，把那凳子搬下来。不，今儿这白酒是什么？杏花村。哪儿的呀？北京的。北京杏花村。哦，山西的。牡丹地那叫杏花村。多少度啊？53。我操！不是，这都烤的是什么呀？能介绍一下吗？啊，牛舌。这个呢？这羊肉。这牛肉。就这些都点了。啊，这些全点了。对。啊，牛逼，豪爽。点了一本。北京刘哥，好爽！那牛舌看着不错啊，真香，看着。自个儿来了啊，自个儿来。牛舌，蘸点这个孜然跟那个辣椒面儿。いただきます。不是很嫩啊，不是烤的问题，是部位的问题。尝一口牛肉，哎，这牛肉不错，酱汁腌的还挺好吃的。非你知道吗？非常欢迎，好，嗯。什么？哎，你找人家喝呀？还行啊，挺好喝的，特别特别柔，但是这种挺危险的，咔咔一喝就喝多了。每一口跟盲盒似的，也不知道吃什么。这还真有盲盒，这应该是羊肉。大葱包肉的感觉还行啊。银都你没去过吗？这里的谁卖的？我刚说过啊，没印象。肥牛片。你记那个是这个吧？嗯吗？他们家的菜普遍偏咸，都是下酒菜。哎，真不。每次干杯，总有几个人是那种。拿出跟合唱会的那老板喝酒那劲儿。9点就是断片那感觉。目前为止，这些肉都太咸了。给你哥喝一个呀，大哥，你又喝啥？这哥，妈好几年都没吃了。好像不太正宗哈，这芥末墩儿网红店是吗？我看大众点评必吃榜吗？哎呀，网红啊，炙子烤肉的金钱组。还是咸，就是咸。超级鲜呀！这酒还挺够劲儿的，53度还是挺有劲儿的。不是这酒哪来的呀？我的啊，你哪来的呀？教练送我的，假的吧？假的，喝完全瞎了。这么来味儿的？什么意思？这个酒是真的很上头啊！这是啥肉？不知道啥肉，都是长的，是吧？好像是羊肉，好像是，但是它全都腌了以后，味儿都一样了。我跟我姐姐聊会儿天儿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个板筋还挺好吃的，它不太咸，可能板筋也比较难入味吧。我觉得他们家真的太咸了，太咸了。如果你要喝酒的话可以来，但是不喝酒的话，我跟你说来这儿太咸了。太咸了，肉真的太咸了。要爆肚，看看怎么样啊？这要爆肚再不行的话，这个店就不行了。有事儿，蹲吗？蹲吗？
真不饿。乌妈，真不饿。我问你乌妈不乌妈？乌妈乌妈。看看到底乌妈不乌妈啊？嗯，乌妈，这个爆肚可以。贼乌妈，除了这个以外不贼乌妈，别的东西真的一般吧。这三位哥以前都是索尼的啊，然后中间那个哥去美国的科氏公司当老大，然后左边那个呢去比利时的巴克公司，然后这哥呢还没有决定，但是应该是去 NEC。 2021年 B 站粉10000，2022年50000，23年100000。这五万是我安排好了，花钱吗？10000是我安排好。嗯吧，没了白酒。茅台给起了几年？几零年呢？2020年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吃好了，不要再灌我酒了的意思。嗯，吃好了，吃好了，吃好了。哎，要不然北京刘哥，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个北京严哥。老北京圣地，离菜市场。砍头的地方很近，哎，对面湖广会馆。我们再继续喝一点啊！茅台刚开了，日本人喝茅台不多，喜欢喝茅台的日本人更是少之又少。我的爱茅台的，爱中国的，干杯！完。